淋上浓郁的奶盖，撒上满满的抹茶粉，这样的组合你们会想分享给谁呢？太嘎后爱黑美森，台中的朋友又有新的饮料可以选了。今天带你们到台中北屯区的白茶，外观以灰白色调为主，给人干净淳朴的感受。店名白茶也是本店的招牌茶饮之一哦。他们家的品项非常多种哦，像这个浓郁的奶盖，再撒上满满的抹茶粉，或是使用真材实料制作的冰沙，都是内行人会点的哦。莓果的酸甜非常的消暑，这个绝对是女孩们的最爱。抹茶奶盖绿不只是好喝顺口而已哦，这个也是对另外一半装可爱的必备神器哦。如果你们今天想要来点清爽的路线，他们家的气泡饮也是我很喜欢的，这款气泡含柚饮，清爽消暑的好朋友哦。再来，外面绝对喝不到的白茶哦，有别于一般的茶叶哦，白茶的香味非常特殊，口口回甘，不愧是镇店之宝啊。白茶还有很多宝藏饮料等着你们去挖掘。最后啊，我再来为各位带来这款算了算了，这个太好喝了，先卖个关子吧。